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比赛开始，第一项排单价。广东队稍快一点点，小金康，一点啊！来，我们但是山东队的加速度更快。来，是。冲冲冲，提速，提速！超快！我真的，快！山东队的两位选手田增良和赵一新的表现更好。山东队的。山东队的两位选手更快的完成这个赛道，完成了。放在地面上，三位选手开始进入泥坑，翻越泥潭。哇！毫不犹豫。哇！哎呦！山东队先上到了泥坑。哇！在最后的是来自湖南的麦元刚。我没有。双方只差了一个人的身位，我灵动了，怎么办？差距不大，没事没事，这下差不多，差不多，加油加油！山东队领先一步，山东队田增良率先冲出泥潭，哇！我的灵看不动了，怎么办？广东队开始上去了。漂亮，非常的精彩。我眼睛看不到。没事没事。我脚卡住了，先上。我眼睛看不到。快走走走。好滚。我眼睛好快快快，滚起来滚起来。我那个眼就完全是看不到，就是全程我在摸索。近在咫尺，快快快！哇哇哇！加油！漂亮！山东队的金子涵先下了绳网，到达了轮胎前。这个环节可以不等，疯狂滚就好了，直接跳下来。好，大家，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对，两个团队同时采用了等待自己队友的方式，他们商量过的吧？他们学我们，没办法，我们开创了历史。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对，相对来说，广东队的更齐头并进一点，山东队的有前有后。哎呀，不行了，这山东跟不上了。漂亮，广东队率先完成，可以加速了。走走走，广东队到了合一木桩的环节。走走走，这么强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对，稳住啊，稳住，大家！双手不可离开木桩，这个地方是最大的问题。如果双手离开木桩，将会出现十个剥皮掉的惩罚。二一，山东队也到了运木桩，但是距离广东队有点远了。两个走，两个走，两个走！哇，这速度也太快了吧！可能季军。山东队奋起直追，放旁边。等一下，我眼睛疼。走，不着急，放旁边。广东队双手离开了木桩，全员做十个波比。哇，黄江，第一了，朋友，准备，准备。别，还没到最后一刻，你在那准备啥？抬那个木桩的时候，我一直手扶着，然后甘望星一直在后面。他说：“走走，两个走，两个走。”他说：“哥哥，我说抓哪呀？抓哪呀？就两个眼睛闭着，抓哪呀？真的是看不到。”距离越来越近了。可以提速，现在是山东队的最好时机，他们能否把握住这次时机呢？这个完全是不图快，一图快稍一失误就太不值了。七，哇，加油加油！八，对，飞了，哎呀，有希望呀，快点呀！没事，稳住，放到那个，放到上面。行，山东队把木桩放在地面上，进入下一个环节。行，一个波比掉到，完成了。当时我身不由就上来了，我也一定要赢。山东队率先扛起了第一个铁桶。广东队的于耕耘在此时停住了，没力气了。漂
亮扔过去了。快走快走，加油加油！最后一个桶，让我们看看谁先完成。山东队率先完成，只要完成了击掌，就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到底哪队会率先击掌？击掌！击掌！先击掌了！哇！广东队率先完成了击掌。广东先击掌。这场比赛双方的差距非常小，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时间牌。由于广东队呢没有等到一只桶扔过线之后去吃第二只桶，所以加罚10个波比跳。他们犯规了？为啥犯规了？咋了？他们拿桶子，提前拿桶子了，扔到地上，然后你才能拿第二个呀。他不是还没扔的时候就已经拿好准备了？你们肯定第一了。对。当时我们就完了完了完了，这次要输了呀。有一点可惜啊，说实话，拍到手的那一刻我就。啊！然后教练在旁边说犯规了，我整个就是一上一下。直筒的范围，一只筒扔，太累了吧！天哪！不用想，都输在不明。另外的是，我觉得十个有点太多了，五个我觉得都不得了。真的五个就够了，十个太多了，真的多。这就是比赛。比赛的时候是不允许失误的，一旦失误了以后，你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其实他们的实力很强，只不过就稍稍犯了一点点小的错误，我觉得很可惜。好了，三人进行了击掌。恭喜山东队赢下本次胜利。就很惊讶，感觉好像我们的策略还是有用的，就是要互相帮忙，什么也都不想吧，就拼到最后。擦一下，我这里很干净的。不是，我眼睛看不到了。有水吗？水。你帮他擦，你帮他擦。怎么睁也睁不开啊？擦眼睛里面，擦不？里面是里面，我就要冲水吧，冲一下。冲一下吧。我觉得广东队挺遗憾的，当时如果留下你们眼睛没有进那个，这样好像可能会没有失误。我爱敬你了。你前面搬那个木棍是不是受影响了？对啊，我感觉你好慢，积着一个眼，因为你看你现在看我这只眼应该还有点。对对，咱俩跟参加了两个项目一样，你知道吗？一个人做事的时候，没有高兴，用这个擦，但是一个团队一起做事的时候，你就会很有拼劲。我们本届超新星运动会的全新高能项目的体能对抗赛冠军已经产生了。哇！到底是哪支队伍问鼎我们的冠军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名是谁呢？重庆想拿个冠军，冲下第三嘛，想要为自己的身份争一块奖牌，一起 give me five 嘛，稳了稳了。第一名，山东队。就看到我们第一的时候，哇，我当时好惊讶。当时觉得是想拿个奖牌，但是没想到就拿了冠军。这个项目还就是看团队的冷静和配合和默契程度吧。我觉得就是身上贴了山东队的这个标签，我觉得就是要尽全力。能拿下这个第一名，我觉得我非常开心，非常非常开心。六秒！天哪，天哪！差一点，没得死。我们当时就准备在宣布结果的时候就直接喊雷斯福多。结果就泪喊出来了之后，后面的3个字都没有喊出来。